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相当重视校园以及周边的安全。近期发现多起南来北往学生在西屯区统联中港转运站附近机车配件及安全帽遭窃，在警方扩大调阅监视器下，发现核心嫌犯涉嫌重大。第六分局遂于13日时，台中地检署核发制拘票，在台中市东区将核嫌查缉到案，并查扣安全帽17顶，电吉他一支以及脚踏车等证物，并透过脚踏车上的绕码发还被害人。核嫌警询后，一切到最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有效维护校园周边安全。